去到台北都市，我要卖东西。加油！我请假。这个话是都不对，没有礼貌了。我请假，唔知制作单位咱超级夜总会啊，今日啊，我咱玉皇宫啊，咱啊这个乐成大殿啊，邀请咱啊超级夜总会来这节目，因为我拢无用，加减到无用这个代志，无想到阮老师甲我。无是讲甲请来遮嘛，哦，阿妈伊住台北，哈，哦，阿妈行较去咯吼，啊，所以我真正我唔知影阮老师来，啊，我老师是我恩师，啊，甲拄仔我讲迄话，唔是超工讲诶，我唔知影阮老师今仔就要来，阮老师教我唱歌，啊，十六岁，啊，我去找着伊，哈，伊就教。教我唱歌无摕学费，佮牵生我去介绍唱片公司啊录影，唔啊录成歌，较早做迄个唱片哈。啊，阮老师是一个非常有人格啊修养，真正啊足好足好的人啊。唔是讲伊讲无甲收学费，我只安尼讲啊。我若讲嘿，想讲过年时啊。我去甲老师拜年，过年阿妈，吼，其实我红包嘛拢包无偌济啦，哈，啊，我若包六千块，伊都阁包三千六给我啦，吼，我无甲去也袂使啦，吼，啊，迄个，人啊，甲阮老师问讲，啊，老师即摆天气遮寒，啊，无我来捐，哦，一束两束大衣给你，啊，啊是讲迄较厚的夹克，阮老师拢，吼，讲我听从我讲哦。你爱听我的话哦，哈，你都唔好去买鞋哦，哈，鞋较贵，啊，我迄夹克、大衣，
哦，较早去日本唱歌，伊嘛买足侪领，啊，拢也阁有诶新鲜咧，吼，哦。啊，阮老师讲安尼，我就听老师诶话，啊，就是捌，也买卫生衣裤、卫生衫较厚诶迄啦，吼，哦，啊迄，当然阮老师咪讲，啊，迄较少钱，啊，伊则甲收，哈，啊，所以，吼，哦，迄个，哦，有歌单，有迄，那个，啊，歌单啊，啊，啊，这個，有就算讲有。啊，叶启田拢是啊，拢是郭大成啊，没有郭大成郭老师啊，歌坛就没有叶启田啦。江湘哥，你就那么咩？老师要讲两句话。咱超级夜总会吼，诶，超级任务就是去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。本来我是讲唔好吼，即吼安尼汹涌来吼唔好，啊，但是超级夜总会吼，讲啊，你较早都。做过遐尼济滴歌，好客在那唱吼，啊，你嘛需要讲啊去安尼，诶，大安尼鼓励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就讲吼，安尼，诶，这个超级迄阵哦，我都爱出来一个安尼，所以我哈，为着这节目，吼，为着客电脑，所以我一定爱出来，所以我今仔来这所在甲各位见面，希望各位多多指教，多多批评，谢谢。太伟大一个老师啦！老师听讲有写歌对不？啊，有写歌。嘿，最近够有写。最近新的，新的。啊有。你上我几点？写一条叫做《人生看头前》。哦，这有特殊的意义吗？嗯，人生看头前的意思就是讲过去不如意的代志放我袂去。是。今麦咱人生就是爱看头前。为今麦开始，对，向前进。哦，其实我要上我的那歌王，有是要听郭老师唱歌不？好，这不简单。我先请个大的来，历史的画面来了。人生看头前，生活环境好歹总是爱适应，有人在富贵虽然阴险，有人比咱较可怜。人生啊人生，世间暂时来旅行，看到爱放好枪，目睭着爱看头前，头前有枪满着，无限的光明。谢谢。感谢。下回歌嘛足济啊！哎呀，这边青花树啦，这边哦，唱一歌哦，阿公我一下小就写五十条啦，拢伊拢扎底歌都话讲做兵以前拢阮老师写。那英文哦，这条英文恁师徒两个就好好开讲啊！来，咱再度谢谢郭大成老。